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鲁，我今天来到桃园的 X Park。那我要来看的水族馆是从日本来的，这个里面有分成三层楼跟奥莱是连通的。逛完水族馆呢，还可以去逛逛奥莱，我觉得蛮方便的。营业是10点，早上10点到晚上的22点，然后它好像每一个时间都会限制人数进去，快12点的时候来，然后已经上午的票都卖完了，要等到2点，所以2点才可以入场。那我现在是卖完票在等的时候，票的话，成人的话，我们大人的话是550元，小孩子如果四岁以下是免费的。里面是有分成3个楼层，现在我就等入场时间，那就待会见喽，拜拜。表演时间没有固定，所以大家要把握机会去看看哦。这只海豹超可爱的。从2楼看也还不错。他真的看得好认真哦。下一个是水母区，这边是最好拍照的地方。蛮多人都为了在那边拍照来的吧，排队排超级长的。是第一次去水族馆，所以他看得很入迷，到处看。我觉得这个蛮特别的，他最后走出来的地方有一个简餐区，你从座位区可以看到企鹅游来游去。我今天呢逛完水族馆，觉得我最喜欢的地方是水母区，因为那边的灯光会一直晃来晃去，尤其是蓝色，拍起来真的很漂亮啊。那个拍起来的都不一样，喜欢拍照的真的一定要去水母区看看。另外交通也很方便，因为只要下高铁，奥莱里面可以直接通到水族馆的地方。只有一点我觉得可惜的是，那边地方好像比较小了一点，然后人又多，所以逛起来会不太方便，因为我带着小孩。除了这一点以外，我觉得都还算不错，所以大家可以去X-Bug 观看看呢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，那如果喜欢这次影片的请帮我按赞订阅哦，那下次见咯，拜拜。